目前还替代不了的一个现象。
但是数字媒体数字化了以后，综合的发展来讲，比如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什么楼宇的什么那个电视的液晶电视啊，还有包括什么电梯广告等等，这些的综合加在一起的这个广告投放量已经超过了电视，这是这两年的一个变化，而且非常平稳的一个变化。因为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工作，因为我们学校呢，它是一个比较早的有广告专业的一个学校，我们呢在这里呢，应该说在得到了政府的很大的认可和这个支持。你像学校里面目前我们广告在这里有的是带有国家字头的，有国家广告研究院，有国家公益广告研究基地，还有中国广告博物馆这几个大的，然后底下呢还有就广告主研究所，还有市场行为消费研究所，还有什么媒介杂志啊、叫媒介等等，有很多不同的研究领域，还有什么那个舆情监督那个研究机构都有。所以说呢，我这里说白了我没法说，那都是数字，一堆数字一说啊，很枯燥。昨天大家讲的都是很这个很嗨的东西，或者说很这个形象的东西，到这边全是数字的堆砌，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同点。但是说新媒体它的变化和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商家也好，是那个就中间的这流程媒体啊，都对它有个反思。因为我们实际上这很多数据的来源就是广告主的访谈，包括一些广告代理的访谈，还有就是传统媒体的访谈，他们的变化以及到消费者这里的变化。那么现在实际上现在的广告的这个投放来说呢，比几个变化呢，一个就是目前比较上升比较大的就是流动的互动的这种户外广告，还有就是楼宇的这个电视屏的广告。因为这个具体的位置，特别商务的这种商务楼的楼宇的这个电视广告，是电视屏广告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从这个广告主到这个消费者。为什么它受欢迎呢？因为它的特定环境，在那里工作的人每天都想着得到信息，得到一些东西，而这个广告正好能给他提供很多他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个广告现在投放量越来越大。其他的更重要的就是两块，一个就是现在的营销模式的发展变化，比如说这个大家几个论文都谈到了一个社群的这个环境，网络上这样的环境得到的信息量是最大的，也是一个最现在得到了广告主以及代理人们认为需要占领和得到的一个地阵地。还有就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点赞的话题，就是口碑营销。这个营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直销的一种模式的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口碑营销。这个正在目前的向这方面转型的越来越多。其次呢，可能更重要的还有说到的地方呢，可能就是说变化就是说怎么样，现在就线上的我们就不说了，肯定就利用这些东西，线下就是说政府在扶持的一些没有开发出来的，比如三线城市一些县级的乡镇级的地方，可能还有那么很大的空间没有开发出来，而这些地方政府要准备扶持，也就打政治牌，你抓住政治的这个机会，那么你看看给你扶持了以后你怎么样去占领它，去得到一些东西，这个是目前很多广告主都在跃跃欲试的在关注的一个平台，这就是目前的广告主的广告的一个现状。但是呢，我现在想特别想再说两句什么呢，就是新媒体这个概念，自媒体这个概念真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比如说跟一把手枪一样，谁在用它他就会得到什么样不同的效果。我举两个例子，都是我们的学生身上发生的，在也就引起了很大轰动的两个例子，这就是传播广告的效果。今年的3月份左右，我们的一个同学父亲生病了，家里没钱，他需要钱，就跟学院的官方说了，然后我们就在群里头给他发了个消息，然后给他做了一个小广告的东西，然后又公众号也推，然后平台也发，用了2天的时间，募捐到了33万块钱，非常快。
你说我，比如我，我给薛王，有的我的朋友给我打1000块钱，在这个那个 QQ 那叫那个什么微信，我也纳闷，我这1000块钱是怎么回事？一会儿来一电话，哥们儿不是给你的，是给那个孩子的，代我向他问好，祝他老，祝他父亲早日康复，非常感动。2天，包括一个临时工，一个在我们学校对面一个看地下车库的临时工，一个月只能挣个不到2000块钱，在北京打电话过来说我要捐，哎，捐500块钱，非常感人。而这个孩子也非常的好，他把这钱只花了9万块钱，把这个家父亲看病看完了，然后把其他的钱全部捐给了我们的一个基金会，就学校有基金会，包括给其他的孩子。这个例子非常感人，当时就是说很多媒体也想弄，我们都不敢乱乱推。但是反过来说，你这样的事情一次行，接着又有两个学生说我们家也需要捐钱，怎么办？你再去发同样的信息，可能得不到同样的效果，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他还需要的法律，需要方方面面来怎么样来关注他或者支撑他，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今年7月份，我们的学生军训，在军训的时候环境可能差一些，结果呢，比如说有100个卫生间，有一个卫生间的坐便池是坏的，他把它拍下来了，发到群里了，说这个环境很差，卫生间你看都是坏的，结果引起了政府，引起了家长，孩子的家长们，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一个传一个，他自己控制不了局面了。这个事情后来发生的很大，到最后媒体采访等等方方面面把这事，最后没有那么多事情，实际上就他这孩子好奇起哄，他觉得我就发了怎么着，我觉得我自己的圈子里发没有问题，于是乎最后出现了一个结果，就是差点出大事。最后但是这个就反过来教育到了孩子，孩子知道了媒体这个就是说这个互联网的可怕和他的可敬之处，所以他从那开始这孩子再说任何话都很严谨很谨慎的去说话。所以在这点我想说，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新媒体，但是我们应该把握一个度，要有知道法，要有一个严谨性和严格性。我时间到说这，谢谢大家。